小心就闯进了爱的乌托邦，一颗药的重量关心你健康，谁没点内伤需要我帮忙请讲，脱掉最污的外套展现你的好男，朋友你喜怒无常有病别硬扛，最近你出几号病床要不要来一点氧，有我在身旁别难过别紧张，来乌托邦保证你舒畅，有我在的地方心情会不一样，爱是我全部信仰，就此封上纯真的模样，一辈子多长眼泪多几行，笑一笑又怎是我全部信仰，就此付上纯真的模样，一辈子多长眼泪多几行，笑一笑又怎样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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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哥们儿，我就有个问题特别困惑啊，嗯，就是妇产科怎么走啊？你们全部给我！有本事冲过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女人。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什么东西了？我去帮你。不是，格雷，你对我真好。其实我只是找个借口单独回来，想再看你一眼。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慢走，不送，回去早点休息，啊。格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害羞腼腆。谢谢你在我出院期间对我的照顾，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有勇气能接受你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超越性别的朋友开始做起啊。小雅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什么误会，我只是希望以后我的开心和我的不开心都与你分享，我心里最深的小秘密能让你第一个知道。闭嘴，差不多得了。冷静，冷静。你谁啊？我跟我好朋友说话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，人家暗恋你六个月，你非说八年，你以为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啊？还有啊，葛雷照顾你是因为你被人骗同情你，你以为你是米朵还是芈月？全天下的男人都得默默地为你付出，喜欢你是吗？
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他根本就没兴趣，他只想参与我的开心和不开心，他只想关心我心底的小秘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没文化是不是？行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就一句话：不准碰老娘的男人。对，不准碰老子的老娘。葛雷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他都好几年没理过我了。老娘啊，不，安娜，你太帅了。哟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呀？谁惹你了？是不是旁边那女的呀？气啊！你跟我说过要分享心里最深处的秘密，还不快说！我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继续走护士这条路了，我都不会了。安娜，我说句话，你别揍我。你表面上看着很暴力，很粗犷，但实际上你很温柔又善解人意，很适合当护士。是因为护士考试的事儿？我从小到大逢考必输，我这次根本就没抱希望。但是我看见你又工作又复习，整个特别起劲儿，我就觉得我这次吧，为了我自己也得拼一把，为了你我也得拼一把。但是我实在记不住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，你交给我，我带你复习，保证通过考试，相信我。赶紧，这挺贵的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加油！我坚持不住了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。书上的字儿，单拿出来我都认识。但是拼在一起，对我来说就是天
别急，还有时间，最后关头，千万不能泄气呀！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安娜，快去开书。安娜，怎么说都不听，是不是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把你手机给没收了。安娜怎么没来吃饭？她说她记不住概念，没脸吃饭。怎么办呢？再这样下去，她真的可能会落榜。看来得采取点特殊措施。特殊措施？安娜，通过这几天我对你的观察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你记不住概念，不是因为你笨，而是因为你缺少动力。所以，我想到了一个新办法。这些都是我的命根子，你要对他做什么？下面我要对你进行考核，有请我们的杜监考，还有高监考。如果你答错一道题，就从里面选一件扔掉。什么？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记不住，我真的记不住。下面考核开始，请听题：一个患者，男，50岁，体温39.9度，正确的降温措施是什么？把冰箱门打开。什么？这是便宜的，这是便宜的，没事。这真是贵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一定能答上来。加油！我一定行。加油！这两支口红除了包装没有区别啊。真不明白你们女人同样东西干嘛要买那么多。有志气是好事。请听第二题：一个54岁的男性，明天要做胆囊切除，那么你作为护士，首先应该选择跟患者交谈的主题是什么？胆囊功效。但笨蛋，笨蛋，是术前健康指导。不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有下一题的机会，还有下一题机会。如果你下一道题再答错，这瓶水可就叫花了。那也太浪费了吧，倒不如你给我就算了吧。给我们吧，我一定能答出来。我一定能答出来！加油！好，安娜，有志气，我欣赏你。那么，临床心力衰竭治疗应用洋地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是
在想不起来这道题，我记得他，实在想不起。不不不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人间惨剧啊！如果下一道题你再答错的话，我就把这条裤子改造成比基尼了。葛雷，这条裤子是我前天才买的，而且打五折还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。如果你敢捡，老娘今天就跟你拼命！天哪，这条裤子跟我早市20块钱一条的有什么区别？女人真是疯狂，居然为一件衣服喝3个月的西北风。拉住他。安娜，你冷静一点，大家都是为了帮你通过考试。没有裤子怎么考试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裤在我在裤王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。你敢动他一下，我就先自杀，再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掉，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开个玩笑啊，裤子还给你，完璧归纳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。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是啊。一瓶神仙水啊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吧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格雷变化真的很大，那我们呢？放弃。患者赵小姐为妇产科献上花篮4枝。患者张先生献上比利时水晶落地镜一面，李姓全家为表谢意送上担架4台。患者家属松先生，院长，老六，家属的心意我们领了，这所有的礼物全部给我退回去。嗯，我现在去办。请进，院长。院长啊，在这儿。院长，哎呀，太谢谢您了。哎呀，我这儿媳妇啊，终于怀上了，多亏你了。现在我搁家里呀，我都天天把你的照片供上，每天早晨都要拜一拜，不然的话，我都不知道，心里都特别的不踏实。哎呦，关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院长，这是大妈的儿子跟儿媳妇之前一直没能怀上孕，这不是在咱们医院的帮助下终于怀孕了，特意来感谢您的。是啊是啊，院长大人呐，真是特别感谢你啊。这个我跟我媳妇结婚这么长时间，就是没怀上，一直想要个孩子，但就是始终就要不上，那这次终于怀上了，真是多亏了你的帮助啊。看你这话说的，哎呀，这怀孕怎么还跟我有关系呢？院长，全子内向，不太会讲话。他的意思是啊，这么多的好医生大夫，都是多亏了您的领导的好，是吧？对对，是这意思。哎呀，那好，好。哎呀，按期啊做检查啊，希望呢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医院能够给你们提供帮助。啊，谢谢。是啊是啊。嗯。啊，这个院长之后还有工作要忙，那您三位就先请回吧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啊，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再见了，院长，谢谢院长啊，真是感谢你。好，慢走。再见。不是，你回来一下，你看看这些信。院长，这，别紧张，
这都是各行各业给你们科寄来的表扬信和感谢信。啊，你们外出的计划效果还真不错。用时髦的话来说，叫互联网加 OTO。O2O 啊 ，O2O。对了，我在咱们医院的领导班的会上做出一个决定，给你们科啊多增加几台设备，能够提高你们妇产科的综合实力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院长。你们科有人会弄这些先进设备吗？哎呀，院长您放心，高医生可是海归精英，对这些都熟悉啊，我一定让他给其他同事好好普及。好。关主任，你是一科主任啊，要带领妇产科再接再厉。院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辱使命。为了关主任的英明决策，我们干！来，坐坐啊，都坐。那个低调，咱们要低调。此外呢，我觉得咱们应该提前的预祝二位实习护士顺利的通过实习考核。来，好。接下来呢？哎呀，对了，别坐着玩游戏吧，玩一点啊！好啊，玩什么？骰子，骰子可是我主场，我愿你们不要后悔哦。来，我让他打，那你们俩，你一边，哎，我们呢？来，我以为咱俩一伙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人，六个起跳。啊，开始吧。迷思账和迷思里暗号对接，说明算上一点，它起码有三个二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摩斯密码？不过看他一脸轻松，手里起码有两个二。五个二。小娜娜神色紧张，估计手里没有二。以她的性格，第一次叫六，手里一定有六。我手里有五个六，其余四个人只要再凑够七个，就是十二个。这一把我赢定了。十二个亿，十二个亿，三。快开！我没开吧。十二个亿。安娜，你这个是叫谋杀亲夫，知道吗？我哪知道？喝吧！哇，太亮了！来，我给你喝一杯。好酒量，干了！哟，汪小平，我说我那么大老远看着就像你，我没敢认。哟，这都变大妈了，怪不得我认不出来。嘿，你说你当初那么想要跟我结婚，我都不认。哎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没有人要？肯定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谁呀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安娜，这是汪老师的前未婚夫。谁胡说八道啊？当初你是不是我的前女友？是不是我甩的你？而且你现在还单着，还是没人要。哎，少华，看看你，你谁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没人要了？你没看见他男朋友坐对面吗？是吧，关主任？他是谁？肯定不是。
除了我还能有谁要你？你要是能找到……别说话了。我是关霞，关是关羽的关，侠是侠骨柔情的侠，我就是汪小平的现男友。我知道你，你就是被平平甩了的那个前男友吧？你今天说了这么多，我怎么觉得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？就是。我对你的人品也有所了解，不学无术，不务正业，成天就知道花言巧语的骗女孩的钱花，还在外边勾三搭四，这是一个老爷们应该干的事儿吗？以你的这种为人，根本就配不上平平，所以我劝你，以后应该老实正经的做人。但是我感谢你，我谢谢你对汪小平的不娶之恩，才能让我遇到这么漂亮、这么善良贤惠的女孩。就算是前女友，她也是我碰过的女人。你他妈碰我碰过的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妈呀！你们俩出去了吧？都别动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我们医生本来就是动刀子的。大哥，老弟，我今天多喝了点猫尿，走错了。祝你们早日在一起，新婚快乐。别说了，请吧，不送。早生贵子。人啊，都没事啊，你们接着玩。关主任，我真的很想说，就您这个演技啊，你早接近娱乐圈，那现在绝对是叫什么雅痞帅男。吴秀波都不在了，对。那是，来这样，为了关主任今天英勇救场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关主任，演得好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水呀，别那么磕巴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刚才之前我那不是救场，我说的话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跟平平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只不过一直没有告诉大家。谢谢你这2年来在我身边的陪伴，给我的爱，对我的理解和包容，我让你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所以我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弥补我之前的优柔寡断。今天虽然我没戴着戒指，但是我戴着它。就像是咱们的定情信物，我每次看见它，我就能想到你，所以不管到哪儿，我身上一定会带着一根棒棒糖，它最能代表我爱你的那颗心。平平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亲一个！
心就闯进了爱的乌托邦，一颗药的重量关心你健康，谁没点内伤需要我帮忙请讲，脱掉最污的外套展现你的好难，朋友你喜怒无常有病别硬扛，最近你出气靠病床，要不要来一点阳，有我在身旁别难过别紧张，来乌托邦。为什么人家都一对一对的，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有我在的地方心情会不一样，爱是我全部信仰，就是风沙纯真的模样，一辈子多长眼泪多几行，笑一笑又怎样，天哪，你们还记得我生日，我太感动了，来抱抱。生日快乐。这煽情的音乐是几个意思啊，编剧你给我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，保证你舒畅，在的地方心情会不一样，爱是我全部信仰，就此不上纯真的模样，一辈子多我长眼泪多几行，笑一笑又怎样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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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那仪器的使用呢，大家要尽快熟悉起来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，加油，来喝点水。谢谢。好甜啊。哎，有没有认真的做笔记啊？好。所以说呢，人体的穴位是非常奇妙的，比方说这个头文穴主要就是可以治疗目痛、眼跳还有头痛等等，那下关穴呢主要是可以治疗面部神经麻痹、痉挛还有牙痛等等，所以说中国的医学非常博大精深，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，谢谢各位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なさめだ。パシワ。ああ。パシワ。Thank you。ロシア。下周。就是护士考核了，只要你们通过考试，就可以转正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护士。加油吧！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主任尽管放心，我俩一定通过。患者男，50岁，体温39.9度，正确的降温措施是什么？额前，头顶布置冰袋。冰狗。
吗？泌尿系肿瘤患者排尿的特点是什么？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总不要太强。我们呢也是希望你可以留下。肯定是葛雷的主意。快说。无痛性全程肉盐血尿。回答正确。请进。临床治疗心力衰竭时应用洋地黄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啊？是增强心肌收缩力。姑娘，你可得记住。谢谢。这份报告麻烦您签个字。好。丙型肝炎的主要传播途径是？刚才你饶了我吧。刚刚杜医生查过我，至少问了我十个问题。你不答，我就不签。血液传播。对了，谢了。加油！平平，我预定的戒指已经到了，等下了班咱们一起去取，我要亲自为你戴上。平平，霞霞，平，霞。啊，那个病历我已经让葛雷拿走了，你去找他要吧。啊，好的，那我先走了，关主任。哎，安娜。我想问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是想问他，今天中午食堂有没有糖醋排骨？新标签的液体的生理，润滑作用，哮喘发生的本质，免疫界道慢性炎症，刺伤现场急救，迅速封闭相关伤口，慢性支气管炎，重症肌无力，高脂肪，保持大便通畅。哟呼！我扮《Gangnam Style》。Gangnam Style。我扮《Gangnam Style》。没想到你这么聪明，以后要跟葛雷分手的话，也考虑一下我。一边去。葛雷，没想到你的损招还挺有用的。那是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以身相许吗？嗯。今天晚上来我家复习。我可是要留给安娜的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的吻也是留给双儿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锦衣同志马上要做个手术，你要做辅助啊。
啊，已经凌晨6:30了，时间还早，我要给我们家安娜买早餐去。嗯，时间不早了，双儿肯定已经把早餐给我准备好了。葛先生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安娜，加油！行行好，我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考试，有什么事他考完试再说行不行啊？大哥们出工这么早，一定没吃早饭，来吃个饭。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？我一个遵纪守法的三好公民，我到底得罪谁了？我别动，允许我动一次怒。咏春，高天。葛雷，你快走，安娜在等你。去你明白！今天有几个？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许离开考场。刚才在外面还没有交学生资料和通讯设备的同学，我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如果一会儿要是被我发现的话，考试就作废。你们的小聪明逃不过我的法眼的，所以我奉劝你们，还是给我乖乖的。您这方法也太老套了吧，真没诚意。Out。近视眼还敢写腿上，我都看见呢，您还看不见呢。Out。
疼。疼，你轻点儿。啊。不疼啊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刚才突然这样冲上去，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有武器怎么办？你受伤了我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会担心的？看着嘛。因为你真好。我就知道你没在听我说话。谢谢。谢谢你那么在乎我。谢谢你。考试啊！张璐怎么了吧？这就是啊！是啊，我考试之前就没有来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你看还是没人接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在想什么呢？逍遥，制服美女身材火辣，想想就睡不着，受不了，心情好，大喊大叫也抑不住，小鹿到处乱跳，风风光光走进医院，瞬间幸福爆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的身上乱跳，得不到的才最好，保持小心肉的生命最重要。漂亮，嘿呀嘿嘿呀，我不是王子也没有白马，嘿呀嘿嘿呀，保持我的 style 向前吧。
白马。